哎，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玩逆转裁判。那，我们继续上一回的案件吧。上一回呢，就是我的所长给人杀害了，那他的妹妹，给人逮捕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见他，那我们开始吧。哎，真香，你好，你是那个谁的律师先生？我还有，我还有那个女人来当我的辩护律师吗？我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可是我平常比较喜欢选第二个。那我选第二个吧，我一定会的，是吗？因为你肯定不会信任我的。那个时候，律师先生的眼睛好像在说，这家伙就是凶手。其实我是不在的，有点影响，而且我听说了，听说什么？我跟姐姐通过电话，说什么？今天啊，我的部下错次登台了，是吗？结果怎么样？都连起来带棍动。老实说，我都有些受不了，好久没有这样。他是个天才，简直可以称呼他是恐怖的神问大师，大于缺乏的，对，只是经验。哦。那么，如果我碰上什么事，就委托他吧。即兴啊，真香！现在还不行，再等他3年。如果你想活得如罪判决的话，有一定要这么说我吗，所长？那当然啦。那这事情还是第一件呢，那这件事是第二件，还是没有经验呢？我实在是不能什么都不干啊！你想要成个奸臣老师的家伙，我这我要爆了！那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没动，就没正义，他还是睡觉了。我说有件事我早就注意到了，什么？为什么你要打扮成这样？我这身衣服，就是禁止受刑者穿的一种装束。禁止受刑者，你到底是？看你样子已经好古怪了。其实你没事，就这样一个，你没事，对啊，很古怪的。那这个呢？请把事发那当天的情况告诉我。是，那天姐姐打电话来，说是要我保管你。本次审判的一个证物，是说考者的作证。为什么呢？有了，圆圆可以听听姐姐当时的原话。
手机把那时候的痛话给录下来了。他们是不是都不懂使用那些电话还有电脑的？那个手机录下的电话通话，快点给我听。什么？真的吗？本当に？那这个呢？你还在修行中，那个林梅师的修行，邻里家族世世代代都拥有强大的灵力，特别是女性。你等一下，邻里家，这样说起来，千尘老师也是。当然了，虽然姐姐突然下山，说是要当战爷女性什么的，那林梅真的是非同小可呢，不在呀，呵呵。等一下，什么？你真的林梅师？是啊，我是修行众的。那么要是能把千尘老师的灵魂召唤出来，不是太好了吗？我们可以直接问他，本人是谁下他？对不起。果然是这句话，这么艰巨的任务实在是管不行。对啊，哪有这么简单呢？于是就麻烦你，这个灯条上面是一个著名的大律师的地址，这是以前姐姐写给我的，说是如果遇见什么麻烦事都委托这位先生好了。所以可能的话，麻烦你请他卖给我店铺，怎么办？那倒要接受啊，不接受不行啊。好，除了你我已经没其他人可求了。为了你的父母相亲，不想谈了。看明天十点钟开始，这样的话，这个人，对啊，那怎么办？公家会指派律师为我辩护，毕竟时间是今天下午四点，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我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快点走吧。还有这个，我等一下才问吧。我们先去新民跨法律事务所。哇哦，好豪华哦！什么？外出了？那可以调查一下吗？怎么？这是什么？什么？烟盒。还有神经质的打火机，对啊，一定很贵啊。那这是什么？刚才一进门来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画，这个画要用的食材，因为太隆重，以及它的价值也隆重吧。那这个呢？哇，大桌子的意思，这两辆。这个呢？昂贵的很，看不了。但这是什么？是主人让人不动，又不动他们的。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要调查吧。好吧，我们走吧。反正他没回来，我们现在可以去我们的事务所吧。对不起，请大家等一下。
好，我们继续吧。事务所里到处都是警官，都是在忙碌着的，跑来跑去。喂，谁啊？哦，又是你。哦，你好。你好像是，果然可不是那个，那个政治吗？是陈部堂。你是叫这名字？果然嘛，好像是上犯的名字。真的吗？这么说起来也是谁？什么？这个继续引擎？继续。本官啊，只是四句华界的说，要是敢叫我四句，我就我四句。想起来了，那。应该先跟他谈话吧。千里老师姐，你已经做好了吗？什么？想不想知道结果呢？当然了。你也是在他手上工作的。谢了，是吧？死亡时间9月5日下午9点，给神器钝器一级，击中立刻死掉，这个呢？那个万一这个，自己。为什么？因为检察局已经任命那个御剑检察官。哦，御剑，御剑点是，对啊，名字叫你接着说。我知道啊，他为了判决被告人有罪而不择手段，谈他母亲是个恶鬼一般的检察官吧？有这么严重吗？好了，说长了，在他15000里的20岁都当上了检察官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输过，还不是他的老师教他呢？他老师教他用那种手段去胜利啊，他的恶人啊。终于要跟他见面了，但是要先给他看看那个纸条吧，那个你已经下了那部手机啊，自己说的说。可以。我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第二个吧。我是电视上说的是欢迎的元气英雄，真的吗？他还说，还真好，我们先打了一个手机，该打听的事都差不多了。好了吗？好了，我们再见了。
我就要跟你说，大概真的不会想去见印证人什么的说。为什么？他倒是醒了，啊，你那么快的把他忘记？你说目击证人。但是人怎么虫族没事不说啊真的吗那还真谢了我们快点去看看吧，还是看看通话。全部都是文字，还好我把那个内容已经记住了。再做那个门挡塞进去了，那个是证物，这个所谓的人的时钟他们说那个不能说话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那个机身已经拆出来了好了我应该还记得了那我们去那个酒店看看吧这个关东饭店九月如六日有时间半东饭店3034啊你好他怎么这么自己他的这只好像一只猫不像吗我什么都别那样讲说你能静一下干嘛啊一定生对啊你发现哎对不起大家我们继续吧这叫什么假花这个呢这是什么走难道另外有一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吗那应该是这个房子有两个人吧这个呢在这里看什么在画正物画还是正物画你这个神什么魔神的看看他出来了真的吗对啊你到底有什么你到底有什么秘密行吗好烦哦那个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的你不要追我我绝对不要追他他好烦你工作是做什么不告诉你这个女人真的好烦
那就推理，也是这种正常呢？正常啊，应该偷偷的。什么放大事啊？我真的很讨厌他。那办好呢？我们回去那自如锁吧。是吗？又要去吧。我们看看。应该没有什么吧，我们立刻去吧，再去一下那个法律事务所，应该在了吧，还没有回来哦，哎，刚好回来了，老夫，吃得很胖吧。怎么了？我心里宇宙与之界说了，听说你有，听你说有什么事？没听见。大表情立刻转了，怎么回事？对，老婆忙得很。突然又老婆，你刚刚说的你很空闲不是吗？现在又这么忙了，你在收藏什么？对啊，为何啊？对啊，先跟他说说话。对啊，为什么啊？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忙得很。你哪里忙啊？你刚刚才回来的。不过，为什么？他都是不受的原因啊。时间不多了，我去委托别人吧。啊？也没用的，为什么？正常的律师肯定不会接受的，真的。为什么？我不能说，又不能说，你什么也不能说。那这个呢？他以前在这里工作过，很久以前的事，这是个了不起的小的孩子。怎么了？有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应该是之后的事情吧。那这个呢？那个画。对啊，我说的好。什么？漂亮吧？对啊，漂亮。绝对不卖，也不卖给你。我不用啊。对啊。我试试看，给他这个有什么反应？要这样吗？那好吧，我们回去那里吧。到最后也是不行啊。怎么样？时间到了，可是
他已经应该知道了吧？对啊。那就跟他谈谈吧。我要一座痛苦的废墟，没什么人。那天早上姐姐拿个电话，说是这只面粉又来了，原来是跑者。对啊，他已经连足杀了两个人嘞，还是用同一种手法。9点左右。啊，看见姐姐他妈。那这个呢？李米家，他这样只有姐姐一个。爸爸在我们小时候的去世了。他的妈妈好像我忘记了，好像不见了。好像是他的妈妈好像已经离开了他们，可是不知道他的生死。他的母亲呢？15年前，与你家军卷入了某个事情，有个男人开着，他骂他胜败名捏。什么案件？对，上山去了，现在独自一个人。不过鲁豫，对，孩子。那个男人是谁呀？15年前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杀人事件，社会上关于这事件。闹得纷纷扬扬，决定不管用什么手段，也要抓住凶手。那事件解决了。什么？又给他走掉了？但是罗兰人什么？什么？你是假？等一下。大家对不起啊，我们继续吧。原来是小宗，哦，他的名字叫小宗。小宗，一会儿公家指定的律师就要来了，我们来当他的律师吧。我们来帮他辩护吧。为什么？算了，我也不知道哪里。这个选哪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就不能解决这个。好嘞，甚至是这个很多关键。是的，我谢了。那这个事情我就是说一下。
等一下再去那里调查一下吧。啊，你好，我服务生。做了一块啊。又回来了，有没有人带我转告夏医生，他有个电话。小钟先生，那又是他。这小钟文化社，什么名字？那男人的名字，你不是说他那个人跟那个小钟有关系啊吧？我们刚才的那个要出柜几样的东西吧？是什么？视听器，能合一。现在这个东西，对啊，没真相。真的是你还在呀，老左啊！储存吧，你鸡同我借别的好啊，你借往下放题呢，那我们开始吧，这也准备了。结团社会。我们看看这幅图吧。狮子倒在靠近窗口的这个位置，立刻也是死因。是女孩子人群凝聚起，啊哈，要把它当成是白色饼。受不了，当时啊哈，什么证据？这个电话提到说有案件发生，我自己就是去了现场，当时有两个人在现场，被告林李建霄和律师陈步堂名义，自己还是留意的被告的林李建霄，主要是因为有举报者的目击证实，这个举报者目击人林李建霄犯罪的耐心间。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错误的吧，因为应该没有，什么站在被告觉得等一下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写的，这些是证据放在我出证词里面的矛盾是就新疆姓氏的威胁证人说的心理会产生动摇，有时就会说漏嘴。好，我们试试。没有什么。
那我们尝试喂蛇吧。喂蛇就是这个按钮啊。这是谁举报的？对啊，后面有哪一些要喂蛇？这里面就不用买了。那个应该要问一下。为什么？举报者的有没有换运气正确？因为有食物，对啊，那证据啊，那证据啊，进行现场调查，并且在尸体旁发现了一张小纸片，证明行的有真相而且识字。化学这些确实是被他人写的。打他。怎么样？这就是。啊哈。啊，那我们再看看一下到底哪一句要喂蛇吧。对，到底是发现什么证据了吗？的确，现在再去再翻一张，就已经不用了吧，可以不用了。而且被看人手里上的那个手机是用的哪个手机？右手的说啊，这是不可能的吧？因为那个解锁记录的说，当时他已经死掉了，那不可能在死前，在去世之前写那个凶手的名字。他不能写了。对啊。对不起，就是我问你那个，什么？哪一个才是？我忘记了。
要说什么？可不可以说是第二个？你玩，哎，好吧，我们继续吧。哎，没事的笑。啊，又来了，我不想欠他。是我当时在出差异地的旅馆里，那旅馆当天下午办的一次手术。啊，你看到什么呢？当时啊，夜里九点左右，于是我家人一下惊了。正想一下，正好中间有个茶饭的人在。这边有夹击，就是张作霖，姿态熟悉后，于是逃开了，那么追上去，大胜重手。然后那人就倒下，就是这件。对啊，还要生日。什么？我不知道要生哪一个，我要生，等一下，对不起。我想应该是这个吧。好，我们开始吧。那当时是，接受一下。为什么？又要吧。那个应该需要微睡一下。来了吗？再动手。为什么用来伸手就是现在的地方呢？因为。但是，
要不然就是第二盒。唱几的应该是错了吧？因为他看到的应该是他的装束啊。他连他的装束还没有说出来。对啊。知道啊，最后一句有问题，这怎么知道那个是校长？应该是最后一句吧。这个是谁考什么呢？对，对，是那个什么姓名的，他善于被案件的那个人吧。快点说吧。这人做法是我的武器，我想知道真正的凶手。快点说，青岛什么？那我们明天再玩吧，今天就差不多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